禀大王，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。上仙驾到，有何贵干呢？特来求取一件兵器。兵器？兵器没有。哦，老龙王，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。上仙稍待啊，稍待稍待。贝王来。怎么？贝王，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，何不让他去拿？妈，他怎么能拿得动啊？嘿嘿，他要是拿不动，可就不怪我喽。